设设的，那是因为它本身是多少？有果皮在里面，是990。对，你如果买这一瓶啊，这一瓶就折100块。夏日清爽，加个冰块来喝，很棒。因为吃饭的时候来一瓶啊，来一小杯，加冰块，这个口感非常棒。7%酒精浓度而已。啊，这个20%。其他跟那个冰块有点差别。对。但是因为它口感没有太咸，我们在台湾很少喝到这么咸的肉质酒。为什么这样？你可以考虑看看这一瓶，这一瓶折100块。790，700几，哎，就变670，990，对啊，哎，至少这瓶是600，其实我们要平摊，这支是气泡酒 Moscato， 这是我们热销的酒，它的特色是有荔枝香气、鼠尾草香，然后比起一般的 Moscato 是属于比较清爽的类型。很炫酷。它原价是690元，但现在一支是625元。欢迎参考，谢谢。可以。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对，来，先跟你得奖的好了。这瓶是2015年的，Sweet Catherine， 然后它的品种是 Riesling， 然后这瓶严选有得奖。特色是，Riesling 其实很多都是甜的，啊，这瓶是微甜，然后酸度很适中，然后酒体还蛮丰富多元多变化。挺好的，还想喝什么？喝一下白酒。哦，你看白的没喝？还没。哦 ，OK。这个水可以洗杯子，这个没有人喝过，专门洗杯子。来上看看哦，是每一天哦。我也好，我这种感觉很舒服。你要试试看。
还要倒到你杯子也可以，看你要怎么喝都好。我拿了。这是圣雷米，我们是法国的白兰地，用法国的波尔多、勃艮第这些桃做外的葡萄来蒸馏而成。十种产区，十种不同的葡萄品种，然后我们是诺瓦护牌。你喝看这款，但是特价才399，然后还送你这个我们 XO 的迷你酒，然后你可以试一下我们的圣雷米的 XO， 对，我们展场特价688，然后再送你一个很美的法兰杯，好，然后你韧带两瓶，还可以再送你一对一口杯。你买两瓶，多一个399，多一个。送这个杯子哦。这就是什么？399。比如说今天重庆来家里，我拿着这瓶，拿出来给同事，同事也很出价，大家喝得很开心。那这里是去留言一下。